一二三四五，哎，爸爸，我有五架小飞机。啊，小飞机能撞到你大飞机的肚子里边啊！来，我帮你装一架小飞机，哎，进来了，还有最后一架，关上门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爸爸，我有六辆小汽车。六一大汽车，哎，现在都给你吃呀。吃到肚子里，好，开始。哎，一辆小汽车，再来一辆，哎，又吃到肚子，再来一辆。哎，哎，爸爸，这还有一辆红色的。妈，恐龙肚子都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我咱俩打开看看，他吃了几辆小汽车来？打开停车场，一二，拿去了，怎么没有了？干啥过了，爸爸？是不是恐龙没消化呀？一二三四，爸爸，我有数都数不过来的大脚丫。我可不相信。爸爸，你站错了，脚丫在这了，你站哪儿去了？站这边。站，一个大脚丫。哎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大脚丫，你别站反了，你站脚丫，你站白色，你没有脚上啊。哎，两个大脚丫，爸爸，那你这样走路还不用踹鞋了，对不对？我哈哈，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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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